林可家族。我们这周末要一起去旅行，你没忘吧？当然啦，妈妈这次旅行当然是去天台森林露营、公主城堡。什么？我要去乘坐闪闪发亮的、可以看到很高很高的地方的摩天轮。不，一定要去森林露营，呼吸新鲜空气，治愈身心的才是真正的旅行。月月是公主，所以必须去公主城堡。嗯？你们三个怎么了？吵架了吗？夏夏，你跟我说说。原来是这样啊，要不你们旅行就各去各的呗，去自己想去的地方。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夏天，今天呢就和我一起来做非常可爱的捏捏世界吧。首先来看都有什么样好看的捏捏乐吧。首先呢是夏夏的，哇，它在一棵非常可爱的小树前边，这边是糖果吧，然后呢是月月的，哇，月月好像是在一个甜点星球里面，哇，你看有好多好吃的甜点。接下来呢就是玲玲，玲玲呢感觉是在一个游乐园里面，这边有一个大大的摩天轮，哇，好漂亮，你打开看一下吧。现在呢都拆好了，里面可是有好多东西呢。这边有可爱的一个杯子，这边有月月的人偶，还有粉色的橡皮泥以及甜甜圈。玲玲这边呢是蓝色的橡皮泥和玲玲的玩偶还有装饰品，夏夏的呢是黄色的橡皮泥、夏夏的玩偶和糖果。哦，都这么丰富，那现在赶快开始制作吧。现在看一下，树叶呢都已经做好了，咱们现在要来做这个树干。哦，我这个树做的有点大。叮当，现在完成。虽然有点挤，不过没有关系，还是很好看的。现在我们来做玲玲的星球吧。玲玲的游乐园也完成啦。月月的底盘呢，我们用粉色来做吧。月月的城堡完成啦！怎么样，你们三个对你的旅行目的地还满意吗？既然你们喜欢，那就好了。那下次再见吧，拜拜，旅行愉快。是的，开心最重要。哇，这新鲜的空气，月月非常满意。好幸福呀，谢谢你啊，夏天。